进入到一个唯一这场演出我不是主持人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还是自己出来。大家好，我跟你讲，老板就是有点可怜，你知道，跳一下，跳一下。没有了，今天这个场合就不是那种陷阱的时间。每次应该有没有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这个系列的演出的人呢？我说颜色新粉有没有？举手一下有没有？也是有一些啊。颜色所有系列。对啊，颜色所有系列，就是不是网络上有些颜色的系列。我跟你讲。刚刚唱就是长大十八岁那时候排那个 set 的时候，排那个歌曲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我放在这后面蛮好，就是我上来就是因为我就是上来负责 talk share， 因为你都不 talk share 啊，你前面就是一直唱，然后一直流汗，然后一直在那边很飘，那大家就是觉得哇，干很 musical， 哇，我问候他妈啊，那就只有他妈而已，对，所以你知道就是表定时间就是会。现在已经突然哇，歌唱了很多首，所以我的 data time 这个时间就是随着就是很弹性，有没有？很弹性。像今天我在控台看说哇，这家伙这样子砰砰砰砰砰一直开枪，我等一下就要讲很久，干糟糕的。我本来想说快一点，大家早点回去睡觉。搞这么大，我来就是。第一次来就是要先看看说有没有什么新粉丝这样，因为我们之前就先办了国诞的演唱会，有人来看吗？啊，就跟这个气氛真的蛮不一样的。国诞的那个气氛就是太松了，全场都是不是太松了，你反而错误了，全场都是超级嘻哈粉。我都问说，我一上去我都问说，国诞的粉丝有在 PTT 嘻哈版上面发言的，请举手，就超过八成都举手这样。这边有没有 PTT 嘻哈版的？好小哦，高领啊，对。然后这边就是女生蛮多了，这样，这就是千里有我觉得最棒的小确幸。就很多很多女生家，虽然我们都是有家室的人的哦，对，但国诞那个就是散发出很强烈的费洛蒙，就快要呛到了，很爽。这边就感觉虽然没有陷阱妹，有一些蛮 chill 的女生这样子，对。刚刚在那个控台上面看到前两首，然后大家一起这样摇的时候，就哇，那个散发出来一个很协和的那种气氛，就是那种 vibration 啊，很多女生的那种，对啊，那种交织起来就觉得蛮好的，蛮好的，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女性朋友在三分钟以内抢票进来，男生朋友下次你们可以点慢一点没关系，对，哦对，然后我现在再分析一下就是。今天刚好就是我们虽然没有限定今天是十八岁以上才能买，可是今天应该没有什么 U 十八以下的人嘛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有比十八岁？你们真的很呆，就是一般来讲要讲这种话题，你就会假装没有，有没有？因为等一下就要讲一些开始聊一些十八岁以下比较不好的不好听，对，就要讲一些网络上面现在很多假消息、假新闻这样，就譬如说你上传那个，你们有看甘家面的 MV 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快乐的甘蔗人的 MV， 对不对？啊。甘家就是台语的甘家、啊，就是下面就是很奇怪，就是你不觉得很冤枉吗？那首歌《甘家面快乐甘蔗》是写一首孝亲的歌曲，甘家那个孝亲跟人家讲说，那个歌的大意就是在讲说，就是他养了猫，然后你养了猫对不对？不能都我一个人在讲，你稍微讲一下，对，就是你养了猫，他第一次跟我解释，我说哇，甘家面你这个这么狂啊，然后他就说。但是养了猫之后，觉得养猫很辛苦，想到妈妈当年帮你把屎把尿的时候，伤心这样，对对对，伤心欲绝。然后我跟我妈小时候一起啃甘蔗。你小时候有住过荷兰是不是？没有 ，Dosport 这样哈。然后下面就荷花，荷兰。然后 YouTube 下面就很多误解这样，我想。现在不是都要打破假新闻聊那种留言吗？什么什么什么颜色的抽屉里面都什么什么的。我们
来有空来来开放参观，像我们那种建学工厂实习，你们就来颜色走一圈，逛一逛，很棒，很干净的一个地方，很有水准的一个地方，地下的咖啡，对啊，所以首先要澄清的，真的是甘蔗，就是你们吃的那种甘蔗，用来榨糖的甘蔗。你们看那个 MV 还不理解吗？我们还跑去糖厂，有没有？就是第二个，我觉得还有一个严重的要澄清的事情。我想澄清就是我们那时候有一首歌叫做《泼油瓶》嘛，就是还有 featuring 他的狗嘛，对不对？下面我就看到一个恐怖的留言，你们知道有多恐怖的留言吗？就这首歌总是跟甘蔗没关系的，大家能怎么样？对不对？网友就是恐怖。下面就有人说，讲那个我让我不好意思。真的哦，不能说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算了算了，没事，不要不是。真的哦？没有没有。好了，那就不要说好了，我就到下一场再说。没有那个留言什么想跟我做爱干？我就是要说，下面就有人留言想跟他做爱。我都想说哇，我开这个唱片公司这么久了，从来没有艺人下面最多就是殷红，殷红的歌下面会有人写说就是跟殷红做爱啦，不要跟我说。就就是殷红下面就有人说什么哦，耳朵眼睛怀孕了，耳朵排卵了，什么什么，对，神经病，对，那个就是太夸张了，看一笑这是。然后我看到就是有人想跟他做爱，就哇，这个很好奇为什么这样。然后等就看会去看那个账号嘛，对不对？看是不是僵尸账号什么之类的。会不会有那种敌对厂牌恶意重伤什么的？不会啦，没有，我们没有敌对厂牌啦。然后就点，他们喊成这样，我们是有敌对厂牌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？可能就是嘻哈展没有邀那些厂牌，可是没关系啦。私下跟我很好嘛，对对对。然后对啊，总之先点进去看，哇，账号是男的。我本来很羡慕他的心情，突然就化为乌有这样。然后在下面看到很多人复议，干我也想，我也想，我也想，就一个一个点进去看，全部都是男的。想知道那几个网友今天有没有来现场？没关系啦，你们不用举手，对不对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就我蛮 respect 你们的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段还好，不会很尴尬，还好还好，还行还行。因为我要把时间当拉长一点。不是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你不怕，对对，你要成长。没有，我本来就不能恐同啊！我们嘻哈圈就是跟你说恐同，对不对？我早就已经成长，我交了很多 gay 的朋友，我跟你讲。对，然后总之，我觉得接下来本来我今天要讲很多感性的话，这样就放在这里怕好了。小小的，就是十年前在这个舞台曾经有发生过的，就是蛋堡跟 Java Loop 这样。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还对不对，还在妈妈掌沟还是怎么样？对，应该都还年纪蛮小的啦。十年前，然后。我觉得就是刚刚彩排啊，跟 Source 啊，他们一起就是，我觉得真的有那个感觉就对了，那个感觉就是超越的嘻哈，我也不会讲这样太 gay 白了。总之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我也不太会超越自己啊，超越自己。就我觉得十年前、十年后就有 Deja Vu 这样，就觉得哇，就是我们这在一起跟一群很棒的人，还包括下面一群很棒的人，这面孔已经差了一二十岁了。我们就完成一个很棒的夜晚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讲差不多了，我觉得这样拖了时间，半有没有够久？这样。谢谢郭。谢谢哈、哦，你有喘了一些气。对对对，我相信大家都老师们都有休息到这样子。哎、好好好好好。好，我们谢谢你啦。